真的觉得你他妈有那么没有空吗？今天郑英森、徐展龙、徐展瑞都有办法回我，你没办法？你又比他们大咖吗？没有。那他不好的点在哪？话好会话，好美丽。讲的不是，我不是不想讲，我比较顾虑现任的心情，所以真的不能讲，因为就你不给会员看一下吗？我为了他开会员。好，如果要想要听一下更私密的内容，我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名单。我就跟他们想听他跟展龙的故事，爱情故事。什么？听说你们跟展龙没有什么好聊的，已经耳掉了。就是可能那时候我就喜欢他这样子，然后他就很刚好的也喜欢我。那为什么不是展瑞？他只是刚好什么不是展瑞，我还没问过这题啊。我跟他先熟的，但是我后来就直接先喜欢展瑞，因为展瑞比较漂配的这样子。我有一次有问过展瑞，我说展瑞你也是不是喜欢过我？他有小承认了一下，说哦有啦。哇，对，因为那集来我们是有问什么性幻想对象什么的，我说谁，然后就说英森。谁谁这样讲？展荣啊，我说性幻想对象什么之类的。怎么可能是梦？他说很身边的人。他不太可能讲我。白痴吗？忘记了。没有啦。谁？我记得我好像有讲过，我有讲过英森的。哦，这么身边。对。老实说，他们之后在选的对象都是木星，已经不是选我。为什么？木星不是已经有一段很久的恋情了？对啊，就 ING 啊，跟你一样吗？哦，多你十年了。对，天哪，那不就未成年的时候在一起的？没有吧，十八十九吧，应该是他大学。对啊，哦，你们三四三五了。我们三七三三四。注意你的笑容，没事。表情管理。你有低潮过吗？你这么乐观的人，有啊，退出演艺圈，我不想干了。有，自己都没有进步，然后在抱怨别人为什么不帮我的同时，应该是有当下都没有帮我自己。嗯，所以那是我最低潮，觉得自己最过不去的时候。嗯，对，我们人要学会不批评不责怪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就是说我抱怨说那个人真的很渣，我以后再也不要遇到渣男了。就是吸引力法则，他就会来啊。他是吸引力法则，对啊，因为那个渣男这句话。植入你心中，所以你要说我一定要遇到很好的人，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，你就算只是抱怨而已，这个字眼就是在你心中。然后你遇到鸟事，那我鸟事也不要抱怨吗？哎，你抱怨它就会持续发生啊。你遇到鸟事，不要让它发生，你就不要抱怨了，你就让它过吧 ，Let it go。如果你现在听到我讲这句话，你觉得哇，医生讲这句话真的点到我哎，不是要谢谢我，你要谢谢你自己，因为你愿意听进去，最强大的就是你自己。对，这课程一堂要多少钱？那我们可以讲说你讨厌过这群人这件事情吗？你低潮的时候可以啊，登梯对啊，因为低潮的时候你就很负面嘛。当这些负面情绪一来的时候，你就会常常觉得说谁谁谁对我不好，全人也都不帮我，然后我都这样对他们付出什么，你永远只会去想那些我付出的，然后别人为什么理解不到？那或许人家付出的我并没有理解到。当你在负面的时候，你那个负面会堆叠上去。对，所以变成那时候，我觉得我的讨厌是我完全不想跟这群人的任何人联系，甚至约他们出来。但是因为我有很负面过，所以不要说我看起来好像很正向，我很负面过，那为什么我现在可以就是侃侃而谈这些事情？因为我要感谢我自己，我自己愿意听那一些让自己变更好的话。我有个员工，我追踪他的 IG 嘛，然后他就会 po 一些比较负面的东西，每次都听到他哭声很难过什么之类的，我就跟他说你把家里的灯全部打开，因为我那时候失恋或什么，就是在很低谷很低谷的时候，我那时候灯一关我会更悲伤，然后更难过，然后情绪就涌过来，对，然后整个堆叠到说，我真的有点想死那种这么负面的情绪哦。那我想说我要上个厕所，灯打开，怎么可能亮的？好像好了一些哦。因为那时候怕人也是灯打开录影，哭完之后就好了，然后还热门第一名，灯打到这样，然后哭完那一次就好了，然后他还很欣欣向荣，觉得自己哦第一名，哎，第一名，全 YouTube 支持我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我的灯打开的理念是说，我怕家里有鬼。个人的理念是灯打开气才会好，所以海丽很常骂我说：“啊，你那个那边也不关，那边也不关。”然后因为我就是我想亮亮的。哦，你喜欢开灯的时候还是关灯的时候？哎呀，很温馨哎。对，那对耶。如果是爱的，当然要关灯啊。所以不需要视觉的享受。其实女生没有到必须视觉的享受，对，女生要是只要喜欢都会有尴尬，只要不喜欢观众都觉得被鬼压。哇，你讲得很好，原来如此。对，但是男生好
女生的视觉，男生就视觉动物，看起来。因为东仔他就是之前是当做算制片的角色，所以他也碰过很多艺人或者是创作者。那有没有可以聊一个创作者，然后很难搞的打出来？我可以讲一个我 care 的点好了。如果你今天回复我的速度超过24小时以上，我真的觉得你他妈有那么没有空吗？你限动可以发啊，你 line 不用回。你刚刚有生气耶？对啊，我认真。是男的还是女的？男女都有。那你可以讲，然后你把嘴巴遮住，然后我们对连逼都不行，你整个脸型都。因为有时候人家用嘴唇都看得出来。对对对。对，就是。哎，这个有意外到哦。这个，我天哪！我很喜欢他耶！我很喜欢。因为现在董仔讲的只是说24小时都没回而已，但是讲出这个人名真的会吓一跳。对，但他后来有回啦。只是我觉得，如果是工作的讯息，今天郑英生、徐展荣、徐展润都有办法回我了，你没办法？你要比他们大咖吗？没有。够呛。废话不敢讲哦。所以你可以正确的说出他多久后才回吗？这么快2天？那你觉得他如果看到，他会知道是自己吗？不知道，他不会看我频道。好的，我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我不要这样。他的鬼，他好像没尊重我。好，因为我觉得他算是 YouTuber， 现在算漂亮，漂亮，他身材又好，对对对，然后又很会。这个我讲出来真的太……这个男生是谁？来来回就是不行就不行，然后我讲了一个问题，他又不针对那个问题回，然后就再一个，我就一直跟他这边说，先说，然后说时间也过了再说，哦，我没看到。其实我觉得人就是要果断一点，因为你拒绝不一定是一件坏事，你把人家拖才是一件坏事，因为人家要确定你。而且我们有工作的时辰，我今天你不要，我就可以赶快再找替补的，对，赶快找下一位，下一位，下一位，那也代表你在我们心中原本是第一首选。我们在最好啦，就是说团体中互相比较红不红。我真的没有比较过。我先讲我的。好，你先讲，你先讲。我跟 Ella 其实我们刚一起合拍的时候，我们一直都是一个比较心态的。我那时候是进入当兵期间，所以我整个度数慢很多。我出来的时候，我记得 Ella 是30-40万粉丝团，但是我那时候连粉丝团都没有。嗯。后来怎么追上来的呢？因为我后来一退伍之后，他说他台北他经纪人租了一个空屋，就是可能本来要给直播组一起住的。嗯。然后就很不要脸，问说那我可以住那边吗？我可以付房租什么的。嗯。就这样子跟 Ella， 你一步我就一步，就是有一个假想敌，他带着你前进。然后直到我们一起登顶的感觉，才真的变出有真感情出来。嗯，可是我觉得我们比较特别，是我们刚开始在被展荣展瑞找进来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都有隶属一个自己的职位，所以我很清楚我的职位我是做什么。对，像我一开始是窗口，后来变成制片，我很清楚知道我是这个才是正职，演戏是副职。对。所以你不觉得我们可以走到现在屹立不摇是有原因的？因为刚进来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已经都大概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岗位的事情。因为我觉得展荣其实给我们要做什么这件事情算是敏锐度。想说展荣不小心就这样被你出柜了？没有啦，给get 到我们要做，get 到还是抓不到吧？展荣前女友是空姐，很漂亮。很难讲，我大学的小女生，没有印象吗？还没有到那边去。可是展荣对女生硬得起来啊！我觉得是你来的，所以那你怎么知道展荣硬得起来？他有跟我分享。展荣比较色，展荣比较色，展荣比较会了，他就会说哦，那女生那个，哎，他有说过那个蕾拉的身材，哦，我们可以的。哦，对，他说蕾拉让他是可以有感觉那种。好啦，今天真的很开心，听了很多的八卦，也不知道哪些可以留，哪些不能留哦。谢谢东仔跟英生哦，给我们这么多的故事。不客气哦，来，一定要记得一定要多多支持我们这个幸福注解，好不好？东仔，东仔频道也快要破千了，来宣传一下。欢迎这个喜欢林静的这个粉丝观众朋友们，也可以来我的频道叫做波波看董仔，里面都是我与我男友的日常，还有我与阿嬷的互动。因为我觉得爱要及时这件事情必须推广给所有的人，我们要珍惜身边所有人，因为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你珍惜的这个人他就不见了，不要有遗憾的事情。对对，我这首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这意思哦。对，因为他就是太多的是是非非，人到底累不累？就是很多时候就是黎明来之前，然后海水什么时候淹没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，为什么要那么多纷纷扰扰？要清楚自己。可以听你现场唱的吗？好，来来来，是我，我也很
没听过现场的。爱着爱着就奋不顾身，吵着吵着谁也不让谁，痛着痛着才开始会后悔，感情的轮回轮到谁。YouTube 频道留言加分享，记得开启小铃铛，也要多多支持东仔的新频道，还有伊森的新作品哦。那还想要看谁来上真的假的呢？欢迎留言哦。那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啊，对对对，我想起来了，他们兄弟讲说你现在越来越往性这边走，连开团都有那个哦，吸吮器哦。对啊，就很厉害了。不是，是我觉得以前只是皇后开玩笑的讲黄色的东西，对。但现在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也都过三十了，也都这个年纪，你以前可能还在害羞、懵懂无知，你也不知道那个东西是到现在还能不能说。现在的话，我会觉得其实很多女生是有需求的，你也不用透过男友帮你，女生有女生的情趣用品是很正常的，这是我们的生理需求。我完全觉得，对，男生也有生理需求。对啊，那你有没有打算出一个董仔联名？好像没有女生出过联名棒棒的，好像没有。我不喜欢棒棒，我不喜欢插入的，我喜欢外之类的之类的，就是你跟他联名，就所有女生，我懂女生的感受。对对，早一点了解自己的生理需求，不一定要找哦。是不是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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